竟没有见过这样的汽车，你看看它的车门是怎么开的。哇，不但全自动，你甚至可以站在这里阅兵。还没完，过来看看这里，这是一个黄金的按钮，按一下会发生什么呢？看看中间，是不是超有仪式感？这台不是概念车，这部车会在明年正式的投产，它的名字叫做高和 HiPhi X， 来自我们中国品牌。这样一部车卖68到80万，你觉得贵吗？其实我觉得便宜了。